说这狗头绳是不是你家的？哎，大姐，你别着急，我看一下。香甜多汁，入口化渣，是我家的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我老婆自从吃了你家果冻橙啊，嘴根本就停不下来，现在家务也不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咱们家的果冻橙皮薄肉厚，汁水丰富。如果你们也喜欢，我就挂下方小黄车，一顿早餐啊就给你发，满满一箱。